字出现，文明始建。文化演进，人在蜕变。文字的演进，连接着每一个世代和文化历程，并且随着文明的演进而蜕变。第三届力宝国际雕塑双年奖的主题，此次定为蜕变。我们希望艺术家们能透过作品，将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与蜕变，以雕塑的语言形塑出来，借向人类文明之始，文字致敬。